热情、会教的老师，真的能够改变孩子的一生。九年前，我们就用《谢谢老师》这首歌，每一年都鼓舞老师，让孩子变得更好、更有未来性。那么今年呢，我们特别找到了活泼可爱的啦啦队来帮我们热血老师应援，不但是唱歌，而且还有舞步，大家一起来。有种回到校园生活的感觉。那今天跟我一起拍 MV 的都是我的同事们，然后我们都穿上了制服，感觉好像有一种回到高中生青春洋溢的风格。很开心这次可以接到基金会的邀请，参与这首公益单曲。这次呢，除了合唱，还参与了改词的部分，并且结合了啦啦队一起，希望可以把热情活力的谢谢老师带给大家。